小资演突破作品再添一仙。龙战骑士 MV 制作期长达4个月，并且耗资550万，在各方面都媲美电影，可说是周董09年开春的代表作。而且还为了这部 MV 特地进入电影院重办首映，连宣传手法都像电影一样。真的哈，拍了4天，制作4个月，烧钱哎，一个 MV 烧500多万哎，对，每张专辑都要拍一个不错的，但是这个原本是我应该是这张专辑最先拍的一些 MV， 结果最后完成了，最后给大家看，因为听说整个这个规格啊，整个是比较电影的这个成本。来制作动画、音效啊，都是配上那种电影的。所以你自己在里面是100%的付出哦，很多武打动作什么的。对，就是比较辛苦，但是辛苦，因为剩下有活力的时候做。哎呦，我要问大家，屌不屌？帅不帅？哇！到底如此屌、如此帅的 MV 是如何拍成的呢？就让我们到顶去片场看热闹。这一次拍这个真的蛮酷的，我自己觉得。这次拍这个真的还蛮不错的，因为大家都很用心，而且花了很多的钱，然后工作人员都是没什么时间睡觉。这一次呢，其实选角其实真的蛮重要，因为有很多老外都要长得很像吸血鬼，好，然后每个都非常会演，我自己觉得，然后他们也是都超累的。每个人都超累，但是还是很敬业，这边也谢谢他们。其实斗阵小组发现，光是画这些特殊妆就真的是要花上很多时间，而且技术真的是媲美好莱坞，因为每一个人化完妆之后看起来都好恐怖哦。我觉得他的化妆技巧其实真的不错啊，就是在华人界呢除了杜国章我们的杜化妆师之外，其实还有蛮多人才的。这一支的 MV 动作真的蛮多的而且里面很多一些武打的桥段但是不是那种太功夫的感觉。荡进来荡出去，下来，就我们只要在空中跳掉，那可不可以出来？因为要帮你接一个，那你搭了什么？搭这个。对，因为我现在最主要是要想到这个过程。我这个刚才搭这个过。好。他从这个，飞过来。好。好不好？好。是。这个这个。好 ，OK， 来。除了武打动作不少之外，爆破场面也很多，真的是不论是人力、时间、金钱，都是媲美电影的拍摄手法。瞬间的就是，爆！对，到那个点我才爆。这爆破呢，看就知道，这爆破真的是牺牲蛮大的哦，没有这么硬的屁股，千万不要拍爆破的戏码。回去才发现淤青呢，整个一块这样的感觉，很像那叫什么拔罐的感觉，是拔罐吗？回去照镜子才发现，哎，我有这么黑的胎记，怎么还没发现？但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危险，小朋友千万不要学习，好不好？爸爸也是蛮有爱心的，带来这个消炎药，脊椎炎的消炎药，因为有点小发作。爸爸除了有爱心，其实他还真的蛮幽默的见面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是给我药，是跟我讲说有没有什么角色我可以来演的。然后我爸真的还蛮爱吃风头了周杰伦冒着生命危险所拍出来的爆破场面，咱们就来看看成品有多精彩。
费四个月所制作出来成品，果然有周董的风格。而周导演在现场除了忙导戏、忙演男主角之外，还要忙着变魔术娱乐工作人员。我们给大家看一下。OK 啊，没关系。OK， 随便尝啊。第三位，自己的啊。哦，是这张。啊，这是终于你来把它变出来了。你按其中两根按住，按住，按住。好，打开。好，来，很简单。这张啊。就这么简单，那好，啊，你选一张给我，选一张给我，哎，啊，把它翻开，翻开，这个是不是？哈哈哈哈哈！这其实周董这么爱变魔术是有原因的，因为连斗阵小组跟拍首映会幕后时，周董连要上台前短短的一分钟的时间也不放过。很快速的，这是一个最好的，可以的，随便选。好，眼镜放进来了啊！仔细看啊，在手上是你的眼镜呢。我随便拿一张好了。好，你抽到的是这张牌吧？是不是？不是，没关系，仔细看一下，弹一下，第一张拿的，弹一下，好，看一下。随时在练就，对，随时要准备的。因为常常会有人说，哎，要看魔术这样子，这个可以增加你向心力。周董说的也是啦，在如此劳累的工作之下，变点小魔术确实有娱乐的效果，也难怪在首映会兼庆生会时，化妆师阿杜会这么说。不只是他今天30岁跟他过生日，我们也希望他60岁可以跟他过生日。哇！我们也希望90岁可以过生日，好不好？好。那他可能就是我们以后的那个宝贝啊。好。也是冠军娱乐整理报道。